运动，高山流速。哇！啊，大家好啊！今日咧，恨得千啊带我出去飞啊！我的天空啊，我睇到好多摆咗噶啦，所以今日帮佢一齐飞。OK， 同我嘅爱车。OK， 我想講下佢車嘅路線啊，真係設計到一流啊！陣間仲靚，陣間仲靚啊嚇！點解你行快嗰啲啊？佢有嗰啲窩嘅感覺。咁啊，頭先我行呢個金馬路咧，係搭翻舊路啦嘛。咁啊，係咪經過呢一站咧？呢條路咧，我係咪畢業咗？我下一站，呢一站係慢嘅，下一站快少少。跟住仲有一次經係 off road 㗎，冇 off road，off road 係食牛鏈啫，一點五 km 啫，嗰個好小事啫，婆孫去唔到啫，其他車速翻可以去。多謝阿哥先 ，OK， thank you， thank you。哇 ，William 啊，你就係行過路喎。係喎，你睇啲牛鏈靚到。哎呦！你哋食榴莲飲呢个好啊！啊，降火啊！都唔知得唔得嘅喎。系喎，嚟啦嚟啦，可以喎。呢个真系真正嘅万东榴莲啊！万东高山系咪路时唔知啊？而家食紧啲廿四先，啲廿四先啊！老时啊！嗯，呢个靓仔系老细嚟噶，呢个靓仔。包食啊！包食啊！系呢个栗叔唔错，好靓下喎。OK。大包啊！大包啊！嚟嚟，点样？好食喎！正，你嚟，咁你饮到嘅？啊，你，我个朋友嗌我饮一罐先。啊，饮乜酒先食榴莲啊？系咯，唔知得冇？梗系唔得啦！梗系唔得啊！喂，唔知啊。OK， 吃榴莲，我的天空早吃 group 啊，大型单车早吃 group。系有啊，仲要饿去两粒钟先至嚟食添喎。系啦。你有陰謀嘅，唔係個唔好地嘅。咁樣夠食冇而家？夠。啊 ，Ricky， 今天是我的領隊，我嘅領隊啊。好啦。誒，多謝你照顧我啊。Poly 都啫。OK， 你幫我食多兩粒啊。啱我啦。你俾啊。唔該曬，唔該曬。我跟你嘅車學到好多嘢啊喂。哇 ，peace peace。OK， 第一次騎摩托，然後吃榴蓮，啊，好玩好玩。嗯。白哥的生活，白哥的生活。哇哇个肉真系一流啊！真系正啊！正喎、啊、喂！唔得顶我咧，仲要喺鹅湾湖去食先嗰只先正啊！啲廿四先喎，哇好期待个猫山王，糊啦糊啦好吃！猫王猫王猫山王，运动运动啊！咁近拎起啊，大多啦！运动高山流速。哇哇它的肉啊很浓稠啊浓稠啊嗯没有什么种子的种子很小颗的啊这是小白小白跟小黄等着吃啊嗯哇做白鸽真的很爽哎狐有狐狸哎呦就是要跟对对的人好文哥庆谢谢你多谢你安哥庆不用客气好最重要开心啦开心 OK、啊、好开心还要骑那些路不同的路嗯这个是最重要对啊行暗路今天我挑战了 Great Egg 是不是刚才William 讲那条山路是 Great Egg 是不是我都唔知啊，邊一條？金馬路，金馬路。我金馬路啦，我都係講比較啫。哦，比較啫 ，OK。即係話唔係金馬輪個路，麥洞個路。嗯。金馬輪嘅話係第八級啦。嗯。啊，麥洞嘅第四級。哦，因為我唔敢揸去麥洞，佢哋講麥洞好危險。好危險啊！嗰度千祈唔好去啊！去深嘅話係咪？嗰度係豬盤豬洞嚟。其實打巴嘅路。因為William經嗰度塞車啊，人生人海啊，所以千祈唔好去啊，大家。OK， 刚才吃了一个毛山王，你看它的那个好、哦、盒子，种子这么小吧？超小的，好不好？还小过我的位置。啊，正，这有点。哇，美美的毛山王，哇，真的够美。啊，吃完饭了过后，现在在文东呢，爬山涉水，好玩。今天呢，
就加了，我看多少公里啊，李记？有五百啊，五百公里，顺利完成。谢谢 Ricky， 谢谢安哥切，还有全部的朋友，还有 David 啊，那个包装王。这两车呢，现在情况是很肮脏了，哇，肮脏了 ，OK。